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你好，大家好。感恩您啊，我们继续昨天的采访。那我刚才听说，昨天我们进行采访完以后，然后您吩咐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一些负责人，他去给这些英灵菩萨们在做皈依，然后有英灵菩萨们有一些感应，您在这里跟大家。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秀月在楼下迎接我，告诉我，昨天晚上给这些英灵皈依，的人数分量非常多，有小英灵的人数很多，这个皈依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而且有天神在帮助他，协助他们。可是有一部分，这个小孩对母亲呢怨恨太深，啊，这个坚决的要报仇，坚决的要报仇，报仇，所以他们像那个泥巴一样，啊，那个样子很难看，一片这个血肉模糊，就扒在母亲的身上，狠狠地咬他。所以你看到那个状况的时候，非常残忍，啊，他就劝导他们，他骂秀月：“你多管闲事。哦”我给秀月讲，这个东西要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将来时候，跟着你们这个，光碟，或者将来写成书一样的时候，一起流通，啊，这效果一起流通，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总希望能够化解，啊，了解前因后果，不再冤冤相报，这个重要。感恩师父您慈悲。那昨天我们那个问题问了一半哈，就说我们对鬼神应该什么态度？我由此就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就前年我去佳木斯的时候，我老家，后来那个在一个朋友家里头就一个狐狸菩萨附体了，当时我还盛气凌人的，我还教训人你不敢怎么样，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我就要教训他怎么样，他说他自己是狐狸，然后我就在那一直教训，后来最后的时候我跟他叭叭叭说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就特鄙视那么看着我，他说你闭嘴，说我说你瞧你那傲慢样，你贪嗔痴慢一大堆，你那个烦恼习气一大堆，你还有还舔着脸说我。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你说实话，你要好好的修啊，你不好好修你比我还惨，你还不如我。所以那天真的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所以现在我一懈怠的时候我就想想，这那天我真相信了。因为那个我那个姐姐嘛，她平时是温文尔雅的一个特贤淑的一个女人，她那天的神态啊神情全都变了，说那话简直是，我那天真的相信了，所以我觉得这鬼神真的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师父老人家，请您慈悲的开示，我们应该对鬼神。孔子教导我们，佛教导我们。意思都很接近，鬼神确实有，他也是一类众生，一类众生啊，对呀，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些比我们智慧高，德行高，有些比我们差，还不如我们，确实存在，有不同维次空间。孔子的态度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那么佛在五十三参里面教给我们，一切恭敬，恭敬不就是敬吗？一切恭敬。恭敬。对他没有赞叹。为什么没有赞叹呢？他有一些做法不如法。他如果做的是如法的，与伦理道德相应的，我们赞叹；相违背的，不赞叹。这个态度就对了。
那师父，我请问您，那我那个四个小婴灵现在还跟着我吗？你做这些好事，即使他跟着你，他也是在保护你。他就变成护法神了。感恩您。那我现在心里也发个这样的大愿在此，我就希望以后全世界小婴灵的宝宝们都跟着我一起。我就是看着他们，我觉得他真的是像他们所说来成就我。我要好好的念佛，不错，老实的念佛，把真实的那种功德回向给他们。没错，自己成就就成就他们，自己不成就，他们永远在受苦。他们的怨恨永远不能化解。所以化解别人先化解自己。想成就别人先成就自己。先成就自己。自己不能化解，不能成就，想成就别人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那师父，我就是现在回去以后，我一定老实的念佛，认认真真的念佛。真的，我自己念佛得力了，那小婴灵菩萨们他们也会得力的。不，没错。那我一定的努力。没错没错，一定要听经。好，一定要听经。听无量寿经就好。好。无量寿经非常圆满。好。方方面面通通都讲到了。好。很难得。好的。那师父老人家，我问您，就这些妇女们堕完胎以后，那小婴灵菩萨会不会跟着她回家呢？跟着了。跟着了。对。他不跟着她，他怎么报复她呢？那就是她的灵魂，我们说神识，那老百姓说灵魂就是，一直就是。没错。老百姓说那小鬼就缠身了。没错，真的，这个话讲得完全正确。缠身了，他粘在你身上。粘在哪个地方，你就感觉那个地方不舒服，就疼痛。很多的妇女都是脖子啊、头 啊，对对，然后腰啊，不错是啊，腿啊，那就是附在身上。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从此的怨恨就没错没错就结上了，这个结就结上了，越来越深，越来越麻烦。你自己做的心行不对，他更瞧不起你。你这造业嘛，造罪业嘛。他报复也很厉害。报复很厉害。就他们问我，小婴灵怎么会有牙齿？那得咬他妈妈，贴在身上咬啊。我就告诉他，他没有投胎之前，他什么都是圆满的。他出胎的时候，你看他没有牙齿，他灵魂有牙齿。他灵魂有牙齿。对呀。所以他一咬他妈妈，他妈妈会身体剧痛。没错。觉得找不出原因，医生呢也找不到怎么样。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原因。哎呦，那师父，这个真的万万不能堕胎呀，太可怕了。对。那师父老人家，我再请问您。那小婴灵就这么的报复我们，师父，那我们就这么忍受着吗？忍受是小啊，是一时啊，将来他要把你推到地狱去，那个麻烦才大了。所以一定要忏悔，一定要忏悔，对，一定要请他们原谅，自己要改过自新，一心向善。断我向善，他也佩服你。那师父，我们就用我们真心的用您，那天教给我们的古，实在讲的是那个不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那高多了。那我们就念阿弥陀佛，没错。然后回向给这些英明小菩萨们。对，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个愿不能没有。你没有求生净土，念阿弥陀佛不能到极乐世界去，还是搞六道轮回。师父，那您说说愿是什么？愿是，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对对对，是。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像我们现在移民嘛。外国环境好，我们想尽方法想移民到那边去居住，就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知道极乐世界好，啊，阿弥陀佛好，啊，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等于到那边去学习去上课，啊，一堂课都不缺，我就要到那里去。天天都在受教育。没错，没错。那我也要去。啊，对，不错呀。这个念头意念要非常坚强。这个意念要非常的坚强。坚强，哎，对，要坚强。就等于是生命当中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别的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全都放下了。啊，对，全部。这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成佛。你这个心一发，就是你所有的冤亲债主，对你都佩服了。为什么呢？你成就了，他们沾光。那他也成就了。哦，小英，小英灵啊，对对，不错不错，哎，他不会障碍你，他会帮助你。那师父老人家，我请问您哈，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以前我忏悔，我就说我对不起，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是最大的忏悔。对。哦。好。对。我一定念阿弥陀佛。那师父老人家，下面我想问的问题是：生命是从什么时候的开始？可不可以说就是一刹那，这神识一入胎，他生命就开始了？但是很多的女人啊，很多很多天下很多的女人都认为，就是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就急急忙忙赶紧趁45天的时候赶紧把它堕掉，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45天他没有成人形，所以那不叫杀人，就急急忙忙的45天就了结了，所以自己还挺轻松。您说他们这个想法是对的吗？错的。错的。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告诉你的时候，这个神识是没有生命的。神识是没有生灭的，对，不生不灭的。哦，哎，他一投胎，虽然是极微细，这是现在量子物理学家都发现了。啊，他没有成型。啊，是个什么样子呢？最原始的样子是什么？是一个原子，比原子还小。我这说原子你比较好懂，啊，比原子小啊，那小的太多了。你看看中微子，这是科学家发现的，中微子。原子当中有原子核，它像个太阳系一样，很多电子围绕，电子就好像星球、行星一样围绕着它，电子更小的了，啊，一个中微子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那么小，也就是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那个一分呢，那就叫中微子。100亿分。那没错，没错。哎，那有多小？啊，你才那么小，那么小里面，它就具足色受想行识，那就是生命啊。哦。所以它生命，它不生不灭呀。啊，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不生不灭的，啊，但是生命是决定不能单独生存的，它是群体的，要依众靠众，要依靠大家的。像我们人在社会上，你不能离开社会，社会每个人各行各业跟我都有关系。啊，我穿的衣服从哪来的？我吃的这些饭米从哪来的？你晓得多少人工啊，在合作。才有这碗饭呢，才有这件衣服啊！你怎么能离开群体呢？没法生存。那没法生存呢，极小的这个物质现象，它也没办法生存。它一定是许许多多这个原子、电子的时候，它都是互相交流，啊，互相联系，这样生存的。啊，只有群体可以生存，单独不能生存。那么我们对群体的关系就要了解，对群体这个爱就要发挥出来。啊，爱自己不爱去群体，这错误的，那是假的。假。哎，爱一切众生，那真正叫爱自己。为什么？一切众生跟我是密切的关系，一体的关系，一个生命共同体，
在佛法里面讲叫自信。自信。嗯，自信叫化身。对，化身自信。对，难得了，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说出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听就懂啊。啊，跟佛经上说的完全一样啊。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这个堕胎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不可以。啊，为什么呢？他入胎的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命。入胎就是一个生命，没错没错。啊，入胎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一刹那之间的。啊，他来投胎了，他跟你就有缘了，就有父子的这关系了。啊，母子的关系，那个时候就建立了。所以你要把他杀了，他那个冤仇有多大哈？对呀。而且这个妇女也没有尽到妇女的责任的，妇女唯一大的责任就是延续后代，你怎么可以把后代杀掉呢？哪有这种道理？您说师父，就是我们，因为我也是很无知啊。当初堕胎的时候，我父母特别的生气，特别的愤怒。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错了，不光是你的父母恨，就是恨你，最嗔恨的是祖宗，因为你把人家子孙后代，没错，你让人对断子绝孙了，没错，确实，人家对方的祖宗和你自己祖都不会饶过你的，对对对，不光是小婴灵菩萨，是这样吗？是这样的，我们古书上都有记载呀。”古书上都有记载，有记载呀。中国古时候古书是叫这个小孩，啊，你对他对父对太太要好啊，啊，为什么要对他好呢？他替你家传宗接代呀。你没有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后代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啊？啊，所以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妻子好啊。你要爱他了，那他生下小孩，你要爱他了，那为什么那个小孩就是你祖宗的后代，就是你的后代，你怎么可以糟蹋他呢？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现在人不念古书，不知道了。还有人告诉我，他说，就像我们这些造罪业的女人，堕过胎的女人，说。以前不是家族有那个坟墓吗？家族的坟墓说，说你这样女人不可以进入人家家族，人家不要你，人家祖宗不认你。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哎呦，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段，啊，上一个世纪后半段，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前。60年以前跟这60年以后社会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还有点良心，啊，现在最近这个半个世纪六十年的时候很早，啊，人良心没有了，完全不相信了，啊，只看到今天，没有看到明天，也看不到过去。什么事情他都敢做，啊，国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典籍都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怎么能留得下来？啊，谁肯用这个心，谁肯出这个力来给你留下来？啊，从前一本书不容易啊，都是手抄本的。这宋朝以前呢，宋朝发明印刷书，那个印刷是木刻板，一张一张去刷，很费力了。我们到金陵刻经处去看，那边还有木刻板本在那边印刷的，啊，一个人一天只能做3本。每个人拿到就非常的珍惜，非常珍贵呀。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了，啊，印个10000本、10000本轻而易举，古时候哪有那么容易啊？
啊，所以人家出钱出力把你东西印下来保留的，真有价值，真佩服你，才给你传下去。要不是真有价值，对社会、对大众真正有贡献的，谁肯干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人不了解过去那些状况，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不珍惜，不珍惜。所以这个教育简直太重要了。重要。这个女孩，一个女子要提升德行啊，对，提升自己的德行，对，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家庭，关系到一个社会，对，太至关重要了。我真的很惭愧，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怎么做女人。对。在家，在我。为姑娘的时候就不会做，也没受过这种教育，所以造作罪业，没错，真的很可惜。这个是无量寿经上佛都说了，不能怪你们，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啊。中国传统教育疏忽了200年，应该从慈禧太后的时候开始啊。慈禧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的认识啊，他掌了权啊，所以对于这些东西疏忽，他相信鬼神，相信伏击伏鸾，相信这个啊。在他之前，清朝宫廷里面经常有大德，儒释道的大德在宫廷里面讲学，这是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是朝朝代代都是这样，到他废止了，他不要听啊。不要听的时候，那是大师怎么办呢？大师就请鬼神啊，请鬼神来决定。哎呦，家祭父呢，这要亡国的。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慈禧亡国是亡国在扶鸾上，因为我曾经问他这个问题，我对扶鸾很怀疑。我小时候住福建，福建人很喜欢，很喜欢搞这个，我看了我相信，啊，因为扶鸾的人不认识字，啊，都是找什么拉黄包车的，啊，挑水的。卖柴的，找这些人，这些人一点文化都没有，啊，而且是两个人扶，哦，两个人，两个人扶，一个人一边，他能在沙盘上写成字，啊，我们在旁边看，啊，字我们都认识，啊，规规矩矩，那样写法，写旁边有个人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不是假的，那人根本写不出来字，他为什么在沙盘上能写出来？啊！可是我到台湾之后，台湾也有这个鸾坛。有一次他们带我去参观，祭童是职业的，别人就不灵，只有他才灵。哎，而且我们在沙盘里面看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都看不出来，他动得太快了。哎，他口里头念念有词，旁边人给写，哎，一个重点写几千字。我们小时候看一个重点写几十个字，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就把慈禧太后这样故事讲给我听。这个东西确实有灵媒，有鬼神，啊，但是都是冒充的，说是佛菩萨那是假的，啊，也说什么孔子啊，什么圣人未必，不是真，冒充，因为他自己的身份没人相信。他要冒充这些人，啊，来取信。小事情很灵，大事情他就胡说八道，反正你也找不到他。啊，所以这个还是敬鬼神而远之，不能听他的指挥。啊，他叫你去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问题就严重了。啊，他提供的信息，有智慧的人可以做参考。参考，哎，可以做参考，就是看他合情合理合法，这都是参考。如果不合情不合理，
就根本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哎，对。那慈禧也是千古罪人了，让我们后代断了这个传统文化，那他的果报也很重的呀。慈禧在地狱里头是最重的地狱，是最重的地狱。哎，他出不来，他出不来了哈。嗯，啊，他从他疏忽，大家对这个不重视了，冷淡了。啊，到民国，民国就更糟糕，民国完全丢掉了，说的人都没有了。说的人都没有了。哎，今天这个大难就这么形成的。哎，所以要晓得原因呢，啊，你才晓得怎么样应对呀。嗯。你不知道原因，你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啊。决定要断恶修善，改邪归正。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嗯，对，起心动念要跟伦理道德相应。就我常讲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与这十二个字相应，这就对了。违背了就错了。那现在，保守的估计哈。二十年已经是十个亿的小婴灵菩萨了。那据您估计哈，他们要报复人类，他们会，我们这个人类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出现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就是头脑不清楚，迷迷糊糊了。对对对对。哦。哎，他自己做错事情，自己也不知道。事实上是婴灵菩萨在操，没错没错，就是他，对，哎，就是说他把磁场搞乱了。哦，他可以扰乱我们这样的磁场。对，他的力量太大了，他那么多啊，他不是几个产生不了大力量啊，他太多了，太多了。哦，所以这个力量就太大了啊。你跟他们讲天地昏暗，叫你看不到日月光明，你这个东西多麻烦啊，让你的思想混乱，这个挺可怕的。那很可怕呀，你不能自主了。啊，不能自主了，不错。最后你就完全，没错，就是没错。哎呦，很可怕。那现在人一顿饭要杀很多的众生，对，师父，对，那像鱼虾之类的，他们的神识也会报复我们。会，像海啸，听说有几十米高，那是不是跟这个有原因呢？有原因，有原因。动物的那种神识，跟小婴灵菩萨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更沉恨哈，一样的，还吃我的肉，对，一样的。那堕胎的人很多。请问老法师，这跟灾难有什么关系呢？比方说像海啸啊、地震啊、山崩地裂等等等等，这种自然灾害，这跟堕胎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你的恶念、你不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他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无知，那你完全错了。你说这一片花一片树叶，我很爱它，哎，它就特别绿，又特别好看，花就特别香，啊，我讨厌它，恨它，它就变枯了，它就憔悴了，它懂得人的念头啊。那么山河大地懂得人的念头，你要是随便破坏它，它就报复你。啊，现在讲什么？破坏自然生态。啊，变得什么呢？变得地球上这些所谓它不是自然灾害啊，没有自然的，自然哪有灾害？自然是最美好的。我们今天是破坏了自然，违背了自然，所以山会崩下来，地会陷下去，啊，海水会上涨，啊，海啸会吞没沿海许许多多城市。那是吧，他的报复啊，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我对于山河大地啊爱他，他们就平安无事，也呈现最美好的让我们去欣赏。
啊，我们随便去学开采，啊，这个山底下埋的这个矿，同步都掏光了，那山不恨你啊？啊，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贪呢？对呀，是贪呢。你可以不必要它了，你的生活过得很美好啊。这些都要懂，但是这些都没人教了，没人说了，说的人都没有了。啊，古书上有记载，不看呢，要把它烧掉啊。啊，佛的经典上讲的更详细更多，不要把佛经全烧掉。啊，这个罪业多重，全是地狱罪业。啊，所以现在有人说鬼神好多，讲经教学，听众里头，我们看不到的这些听众，比看得到的不晓得多多少倍呀。十倍百倍都不止啊！啊，他们明白了，他们超度了、超生了，啊，地狱空了，哎，的这些人去填补。那师父，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所有的自然灾害，没有自然灾害，都是人心的不善感召来的。没错，没错，没错，完全正确。所以你堕胎，山河大地、老天都不允许你，不允许，都要报复你，人这个大自然都要报复你。不错，所以不错，是自己老百姓说自作自受、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千万不能对再作恶了，千万不能。所有的这些果报都不能够推卸给别人，全是自己自作自受。我们很多的世人哈，有了不好的境遇，身体状况不好了，就怨天尤人，怨天怨地，然后说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天不好是地不好，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都是自己的心行不善感召的。没错，可是人们不认可这个理啊。这个念头就是严重的罪业。严重的这个念头就是严重的罪业。他不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肯认错，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这是严重罪过，这是严重的罪过。不错。下面师父，我想问一下这个堕胎的根源哈，现在堕胎就是个果，那请问根源是什么呢？这些女孩子就这些女人吧，就要是早生50年或是60年、100年。就会不会出现这么大量的堕胎的现象？没错。您说根源是什么呢？啊，根源是贪欲啊。贪欲。对呀、啊。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啊，对呀、啊。财色名食睡。对。这个叫五欲，五种欲望。五种欲望。对呀、啊，你对他不了解，你贪着就犯罪啊。你要是能把它看得很清楚，你就不会动心了。啊，这个里头，我们中国古人叫这个教育，有伦理道德教育。你懂得伦理道德，你不愿意做，就得说这是羞耻，啊，不好意思去做。懂得因果呢，不敢做。哦，懂得因果就不敢做了。懂得因果有报应呢。啊，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东西是耻辱。啊，人道不知耻，这人就完了。不可救药了。不可救药。啊，果报决定在三途。果报决定在三途。决定在三途，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财色名食睡。没错啊，他全干了。可是人们是人们，包括我，财色名食还死死抓着不放呢，觉得这个是好东西啊、这是地狱，这是地狱的根。
啊，佛在经上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样就下地狱了，五个都有，那还得了？你是啊，你还得了吗？那永远都无期了，在地狱出不来呀、啊，出不来。这五个都有嘛，全的。可是世人都把这个财色名食睡作为人生的目标，就天天的追逐这些东西。错了，为他去造业。错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也是在追逐这个。啊，以后学了佛，学了伦理道德，慢慢的知道了，才把它丢掉啊。就丢掉之后啊，我们就很快乐啊。看看追逐的人的时候啊，看到他好可怜呐、啊，好苦啊，好苦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好东西啊！啊，你所得到的不是甜头，是苦头。你真能够把它丢掉了之后，你就尝到甜头，你就看到别人在受苦。但是一定要丢掉，要丢掉才能哎，你不丢掉真正的甜头，不丢掉的时候你看不到，你不会觉悟，要丢掉。那现在人类堕胎的数量这么的惊人，形成这已经形成了堕胎潮了。对，那原因就是色情泛滥。色情泛滥，色情泛滥这两个，第一个，教育失掉了，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丢掉了，没有了，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媒体在宣扬。啊，媒体大力的在宣扬，造成这个现象，啊，造成这个果报，来源就在此地。来源就在此地。对。那色情泛滥，它就会有灾难。对。然后色情泛滥呢，原因呢就是色情教育啊。没错。会让全社会的人的价值观都迷惑颠倒。没错。那谁在教育他们呢、我现在真的认可您的话，我坚信不疑的、就是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对。这是头一个。头一个。头一个。罪魁祸首。所以我跟刘长乐见面头一句我就这样告诉他。啊，今天毁灭世界，拯救世界，你们的责任最大。啊，现在世界已经被你毁灭的差不多了，快要完了，你想不想拯救它？想。要拯救它，赶快回头是岸。想回头是岸。嗯。啊，所以今天拯救，我觉得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人心本善。啊，佛说的很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回头会很快。我们在汤池的实验得到了一个结论，人是很好教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最初想象人染污这么久，染污这么严重，我们搞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这种教育总得要两三年人才能回头，没想到三个月就回头，这么好教，出乎意料之外呀、啊！我们家老师都吓到了，这怎么回事呀、啊？所以当时我跟老师说，我们可不能邀功啊，可不能因为自己很能干的、祖宗之德了，祖宗之德，对，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我们有什么能力啊？师父，我特别有一点感触啊！您每次都先把祖宗放在前面，三宝放在后边，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祖宗加持。对，不错，是啊。然后，佛法是师道啊，祖宗是孝道啊。师道以孝道为基础，没有孝道的基础，师道就没有了。啊，今天佛法为什么没有了？孝没有了，那师道就不能建立。孝道非常重要。这、对，头一个，你看《敬业三福》里头第一句话“孝养父母”，第二句话“奉事师长”，
孝摆在头一个。对呀，那我们今天今后我们人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想，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对不起祖宗，我就不敢再做了。没错，所以应该把祖宗时刻的放在心里。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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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文化大革命那个期间，我在台湾，我那个时候好像还出家了没有？没出家，还没出家。我们听到祠堂毁掉了，家谱烧掉了，我两个星期都没睡觉。这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呐。这个要拔掉了，我们这国家就完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想什么方法呢？什么方法呢？不，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百姓宗祠。百姓宗祠。哎，就是每一家的祠堂毁掉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建一个祠堂，所有的姓氏都在一起，就现在我万姓先祖纪念堂。希望每一个县市有一个，啊，春秋来祭祖，提倡孝道。啊，这也是民族大团结。啊，每一个家庭的祠堂没有了，现在我们集体做祠堂。啊，以前不晓得百家姓啊，中国传的百家姓是400多个县市，现在这样一搞的时候，才发现说，有24000多个县市。中国这个族群多大啊，所以就不是百姓宗祠了，就万姓先祖，因为宗祠跟政策有点矛盾啊，政策是宗祠不要了，废除了，我们再搞这样这个也不好，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先祖纪念堂。先祖纪念堂。哎，对，万姓先祖纪念堂。哦，我们这是第一个。那师父，现在的人迷惑颠倒，把自己的孩子都奉为祖宗那么的侍奉，对待孩子那样，对，然后把祖宗真的就忘掉了。对，不错。我们太没有良心了。不错。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时常的应该送送祖德呢？没错。如果不知道祖德的时候就完了，连根都没有了。连根都没有了。没有。你说《弟子规》里头113桩事情，他第一大段的时候就是孝道。第一代大段就是孝道。嗯。所以孝有多么的重要。多重要。就做人最根本的。这个，对。你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你对别人孝，那真的就是假的。假的。所以这个父母的恩德难报。没错，嗯。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得了这么丰盛的物质享受，还有我们能健健康的活在人世间，可能都是我们的祖宗在庇佑我们，是祖宗，所以我们无比的感恩我们的祖先。没错，没错。那师父老人家，这个现在这堕胎问题哈，这个40-50年前，基本上这样的事情，堕胎的事情很少。对。那300年前、3000年前，没有，就更没有了，绝对没有。为什么这小姑娘这早生就几十年就是个贤妻良母，而生在现在就是个杀子堕胎的这么一个？对，所以这个我常常讲啊，慈禧太后是千古罪人呢，她是国家领导人呢，啊，国家领导人，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皈依三宝的，皈依三宝都是佛门弟子的，哦，全是佛门弟子。对，不错，啊，他呢，他自封为老佛爷，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老佛爷啊，对，老佛爷，你看，大家不都称他老佛爷吗？对，我们演电影，所以诸佛菩萨都放在旁边，他就坐到当中去了。哎呀，啊，这么一个表法，大家对于诸佛菩萨就看清了。就没有那么尊重了，啊，所以这个表法表得不好啊，他带头嘛，所以是
霍玉福啊，国家领导人是第一个，因为他决策啊，对，他能带头带得好的话，整个都好了，啊，慈禧带的这个头带得不好啊，啊，傲慢呢，轻视传统文化，轻视佛法，啊，儒释道他都瞧不起。我相信慈禧太后现在在地狱里后悔的不得了，后悔。可是现在没办法，没有办法，啊，没办法。那当今的人，最能影响他们的是电影、电视啊，对，小说啊，对，还有网络、报刊、杂志、流行歌曲、广告、手机上的信息五花八门，什么什么都有，对，等等。那我是个演员，我很惭愧，曾一度错误的认为，就评价一个演员，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认为嘛，就是说你问一个好演员，你是不是一个好演员，看你性不性感。所以那时候我很恬不知耻的，就很穿了很暴露的衣服，露了肚脐儿，把我父母气得不得了，然后袒胸露背的，特别的不知羞耻。那也拍了一些很多这样不好的那种很暴露的那种杂志，就是封面呢，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年轻人，这都在效仿这些所谓我们这些明星们，没错，因为觉得他哟，他今天穿这么暴露，他没有善恶的标准，对，没有丑这美丑的标准，不错，然后他认为你这就是非常时尚的，然后你看着明星一穿什么样的衣服，一发表杂志上或者在演戏当中也穿特暴露，然后街上马上就流行这些东西，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些服装商们，他们就做这项很暴露的这衣服，然后孩子们就学，然后就走在大街上，然后父母生气呀，不行，他就觉得父母的话都不听，他觉得这个明星我要向他学，他是我的榜样。那您看看啊，师傅，您看这是我临来之前，从网上下载的这些接吻大赛。就是现在很多的商家呀，为了盈利，比方年节呀，为了盈利，因为庆祝活动演节目已经没有人看了，不吸引人眼球了，就是这些人就是接吻大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西方学的，中国以前没有的呀。您看看他们在台上在接吻大赛，多少个孩子们，您看我画的这个圈，对对对，多少孩子们的在君君乐道在那看，哈哈大笑，青少年会受影响的呀。对对，他们在学习。您看看这些孩子们，您看我画圈的这些。对对对对。都在那看着呢。对，他们在学习。在学习呀、啊。那像接吻大赛的，很多人认为是时尚的，男女有亲密的行为，很容易诱导着男女的性的行为，对，造成堕胎。对。那古代人说男女授受不亲，看来是真有道理。是有道理，男女五岁不同席啊。应该这样啊。对。古时候防范很严的，所以社会长治久安呢。长治久安。不出问题、啊。你今天把这个提防吃掉了，问题出来了，谁都救不了啊！天崩地陷的时候你怎么救，哪来的，就是这业障找得来的啊！老祖宗费多少心血，老祖宗真有智慧有方法，你不遵守，你毁灭了你自己，也毁灭了这个社会。对，现在的很多的演员啊，你说今天这么大的灾难，什么原因？哪一个不造业？人人都造业，那灾难就现前了。因为他不相信圣贤的教，不相信，不相信。哎，你也是我们提出老祖宗的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它是全是假的，每一个他都反对。师父，他要知道礼义廉耻这种事情，就绝不会啊，对，不会有啊，不可能有啊。所以现在全没有了，伦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宗教没有了，祖宗也没有了。您刚才提到礼义廉耻，真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员自己给自己制造绯闻，
就是说我现在跟了谁谁谁谁一个男演员什么什么的好了，然后自己给自就这叫这就叫炒作。现在老百姓说叫演员在作秀。那曾经我家有一个旁边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我说，她说家里阿姨，我太崇拜什么什么明星了，她既我们大家知道就30个男朋友，她怎么那么有魅力，我太崇拜她了。就是真的误导很多孩子们，就是这样，他认为这样有魅力，这样性感，然后这样能招惹这么多男孩子在喜欢这么一个女演员，他觉得无上的光荣，然后孩子们也会效仿，觉得哎呦他怎么那么魅力，所以导致很多的女孩子们爸爸妈妈生出这样就去做美容，因为不满意自己的，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嘛，就花很多父母的钱呢去做美容什么的。这种蠢事儿，这种愚蠢的事情我也干过，非常愚蠢，我非常的后悔。那么现在女人就是这样啊，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跟着明星走，就是跟着这些演员们走。对，您看，包括很多现在有一本杂志，我不提它了，很多的明星，年轻的明星都在，其实那个杂志里的内容不是那样子的，就是让大家要注重健康，但是大家都拍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裸体的那种照片，那个不堪入目的，大街小巷报刊上全是这样的。那这些照片会刺激太多人的性情泛滥，男女之间关系混乱，就引起堕胎。那所以说我们就是隐形的杀手。对，那因为我们作为媒体的这些工作人员哈，我们在大量的制造或传递这些刺激人的刺激人欲望的这种色情的信息，所以人们会色情泛滥。这是谁教的？您说的一句话，我现在100%我支持您这种观点，真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教导的。对，所以我们是罪人。对，您先看，您看看现在走在大街小巷，一个人一个个刺激人的那广告比比皆是。其实他做手表的广告没必要袒胸露背的，但是都是这样子的。你说尤其是孩子们看这些，他都是血肉之躯，他看到这些女人暴露的这些广告宣传，他能不受到染污吗？这样下去，人们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全都颠倒了。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恶果呢？师父，会造成上帝算总账。上帝算总账。对，所以这个西方基这个宗教里面讲最后的审判。那最后的审判就要来了，就是老天要收人，要收人了，老天要惩罚我们。对，要惩罚，不错。因为什么？他过分了，他不像样子了，等于说洗牌一样，重新洗刷，一切从头来过。这个里头意味着科学全部会毁掉，科学全部会毁掉，全部毁掉。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事情可能就是2012。如果2012玛雅预言那个话是真的，那这个现象就会发生。这个地球上的时候，这是受到太阳风暴，受到这个银河中心的巨大的引力，把地球上这些海底的超级火山爆发几个，这世界就完了。而且这个太阳风暴跟这个银河中心的引力能够改变地球的磁场，就是南北极它会颠倒。这一颠倒之后，气候完全变了，所有的动植物都不能生存。你看热带变成寒带了，热带动物就光了；寒带变成热带了，寒带动植物也都不能生存了。科学家现在很担心这个事情，这是今天科学无能为力。
没办法抗拒。啊，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但是现在知道已经偏差五度了，所以气候不正常。那师傅，我昨天晚上拿到了，就日本的那个，三幺大地震。我现在我想是这样，回家我要常常的看。不错。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说美国拍那2012是电影制造，你看他拍的多好，不错，他后期制作很好，但是这个是真真切切的，所以我想我要多看。没错，一个星期我要看他两三次，提醒我自己不要再造恶了，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念。对，所以这个要提起我自己的警觉。对，这个片子是各个地方新闻报道的，当天的新闻。哦，当天新闻。汇总。这个拍的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飞机在空中拍摄的。哦，那很。哎，对，那很真实，那是真真切切的事件，真真事情，不是后期在制作呀，不是后期。完全是现场，啊，所以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你要晓得，这个海啸才只有十米，十米，对，就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是100米怎么办？那就不得了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海底这个超级火山爆发，会引起海啸，高度是1000米。1000米，即使是在太平洋的中心，1000米这个大浪，分散到四周陆地的，就说是减一半吧，也500米啊；再减一半吧，也有250米啊。完了，太可怕了！啊，它这冲击范围多大呢？距离海岸边上。直线200公里，200公里，对，200公里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有波及，200公里以外的才算安全地区。那一个城市就毁了？没有啦，那200公里的时候多少城市啊？啊，你看在中国，就是个沿海，浙江、江苏，往这个。内陆延伸200公里到哪里了？我们全省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啊，科学家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是去年8月，他们在悉尼开会，我们还有几个代表去参加。定红寺的时候没出家，他也参加了。啊，第一天，他们报告的是最近量子力学所发现的，这新的这东西，啊，我们看到说跟佛经上讲的很像。第二天呢，就一天的时间专门研究啊，2012。玛雅预言这个事情，这些科学家一半认为可能，另外一半呢认为是未必，不相信。对，美国布莱顿也是研究量子力学的，所以他提出了四句话。啊，灾难并不是真的可怕，最重要是人心。最重要的是人心。人心，哎，因为心影响物质现象。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真的在这个时候回头是岸，啊，弃恶扬善，那就是断恶修善嘛。嗯嗯。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方向。这话说的对呀，这佛经上都这么说的。那问题就是，人肯不肯回头呢？几个肯回头呢？
啊，科学家算出最低的这个标准，就是1%的平方根。1%的平方根，哎，那就很少了。啊，以地球人数，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还不到70亿了。啊，总人口1%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大概8000多人，能找到8000多人吗？啊，这八千多人真的回头了，真断卧修禅了，真改邪归正了，端正心念了，8000个找不到啊！这是最低的人数。最低的人数，最低的人数，8000是最低的人数。对，8000是最低的人数。能有世界上能有这么多真正的好人，这大家沾他的光啊！啊，灾难虽然不能够完全化解，但是大幅度的减轻了。大幅度的减轻。哎，对，不是很严重了。看大家肯不肯发这个心呢？难呐。难啊！太难，太难。那师父，现在你看，这个香港上哈，我昨天在路过那个车上，那个在看那个大街小巷，那么晚上那么的热闹，嗯，就是真是就是5分钟，我就真就糊涂了，就觉得眼花缭乱的，这个灯红酒绿的这些东西哈，嗯，那香港会有灾难吗？有，怎么会没有呢？你也晓得哪个地方不遭灾难呢？那个地方人不造业。啊，所以很多人却又问我，哪里最安全呢？我就告诉他，你看哪个地方人有福报，那个地方就安全。什么叫福报呢？他不造业。我这么多年在海外走，我选择居住的地方，我只需看两桩事情。第一个，这个地方离婚率少。离婚率少。哎，第二个，青少年犯罪率少，这就不错了。啊，离婚率多，青少年犯罪率，这地方不是好地方。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吗，师父？那我就到处找啊，所以我在澳洲找到图文吧了。图文吧。人家就问我，你怎么跑这个地方来？啊，沿海的这大多数，你为什么无助？啊，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啊，我觉得这个小地方，人比较淳朴。啊，有没有犯罪率呢？有，但没有沿海那么严重。没有沿海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沿海的人，哎，对，不错不错，水族类的众生吃的太多太多，无量。所以这个山城的时候。比较上好一点，山城稍微好一点，啊，对，好一点。那些人造物还少，啊，对，然后这个城市不大嘛，居民，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只有8万多人，8万多人，对，哦，现在大概将近10万人，嗯，而且这个城市啊有个好处，居住的人水平都比较高。因为多半都是退休了，到这边来养老的。这个香港这个城市是国际上都公认的是欲望之都 啊，对，不错。那欲望越多，那造的罪越重啊。不错。但是我想请问您师父哈，您是在香港，您都是85岁的高龄了，您不怕吗？我不怕。您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就想往生极乐世界。哦。我并不想留在这个世界，我不想长寿。啊，我活一天就讲一天经，讲经就是我的工作。讲经就是您的工作。啊，对对对对，我除这个没有第二个工作。嗯。啊，所以我是很想早一点往生啊。
我不怕死啊。那师父老人家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哈，只要有正法在，只要有中华民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儒释道在，只要有人在宣讲佛法，有人在宣扬这个传统文化，那就能减轻或者是避免灾难，这是什么原理呢？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当然，祖宗年千万年，他的心血在此地，你这里还有一点点，他能不守护吗？啊，鬼神保护，连这些小阴灵都保护。哦。为什么他们才认识啊？这好东西啊！啊，科学技术不是好东西啊，这个是真正好东西啊。就三宝加持啊，三宝加持，对对呀，祖宗也保佑，对，所以你要从这方面看，在整个世界，这大灾难当中，那中国可以说是最轻的。中国是最轻的，最轻的，为什么呢？中国是千万年来祖宗都是积德，都是懂因果，都是认真教学，只不过这200年疏忽。所以底蕴深厚啊！啊，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全球灾难之后，大概中国人领导全世界。为什么呢？非用伦理道德、因果，这个佛教的教育，就是汤恩比所说的话。啊，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要外国人讲的。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全世界都需要啊！全世界都需要。哎，你看唐太宗附体，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嗯。啊，从国内同修带了这个光碟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啊，他讲的话跟我们所讲的是完全相同。啊，他讲全球有灾难，啊，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啊，不会灭亡。那都是，啊，讲得很清楚。啊，而且的时候告诉大家，灾难就在眼前，搞什么都来不及了，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对，只有念佛。嗯，你看人家问到的时候。2012的灾难，他那个表情你能看到，惊慌失措。惊慌失措，就这个唐太宗 对，在地下打滚的时候，告诉大家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赶快念佛，赶快念佛。啊，那不是演戏，不是演出来的。对对对，演不出来的。哎，那么3月25。今年3月25，今年3月25，我在澳洲，嗯，唐太宗附体，嗯，在我面前，啊，我们悟仁寺的妹妹，她就附在他身上，告诉我，我是李世民，啊，来感谢，我说感谢我什么？我印的那个群书之要，群书之要，哎，就他就因为印这部书，他出地狱。这部书将来救全世界，将来就救全世界，全世界，哦，救全世界，就这部书。啊，所以他是凭一生当中做这么一桩好事情啊，他能离开地狱。啊，要问他为什么堕地狱，杀人，杀太多了。啊，造什么业？你就一定要承受果报。所以那个问他的人也很有意思，你是好皇帝呀，你是明君呢，你怎么会堕地狱了？他说的很好，明君造了地狱，地狱业就不堕地狱吗？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因果定律就推翻了，对嘛？哎，明君造的地狱罪业还得要到地狱受果报。那他就是等于他做了这个群书之要了，功是功，过是过。没错，没错。你做因为群书之要啊，是唐朝治国的
一部指导原则，治国的治国的，完全是根据这部书，接受这部书的指导啊，所以唐朝能够做得那么好啊，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啊，就靠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现在普遍全世界，就能帮助全世界，就能帮助全世界，全世界，那他也功德无量，那他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书，你看我拿到这个书之后就印了万套，因为失传了，找不到了。我是知道这部书，自己没看过。啊，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就真的有同学我没见过面，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找了之后就送给我，我如获至宝啊！如获至宝！哎呀，太难得，太稀有了。啊，所以马上找世界书局，台湾世界书局，印一万套，印了一万套。嗯，以后又找到一部书，《国学之要》。国学之要。啊，这是我天天想到的，梦寐以求的。我不知道有这部书。这部书是什么东西？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四库全书的钥匙。对。哦。四库全书那么多，你从哪读起啊？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能入门了啊，他叫你从哪里读起啊，所以我早年就有这个念头，想编一套这种书啊，把四库里的精华选出来编一套，你先看这一套，你了解四库，认识四库，等于说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然后你再去学习啊。我要想编这么多东西，没有想到民国初年这些已经编好，我们不知道，我一发现这个很破旧，好在字很完整，字没有缺，啊，我要赶紧交给世界出去印一万套，啊，这就保留的，不会再失去了。好啊，真好啊！啊，那么这两部书，我现在交给马来西亚蔡老师他们那些人。啊，在那边修学，我就希望他们把群书之要注音注解再写成白话文，这样对照大家就好读了。那现在人读不懂文言文吗？哎，做这个工作可是急啊，大家都想要啊，要看呢、啊、等着看呢、啊、来不及啊。老师另外再编一个书，编叫群书之要360，哎，就360句哦，哎，这样的小册子哦，哎，那我的计划的时候呢，是一年出一本，一年出一本，哎，生年圆满，生年就完全出齐了，一年出一本，这一本东西出来之后是选择里最重要的，眼前所迫切需要的，啊，解决问题的一些理念方法，啊，把它翻成英文。那英文本呢，大概这一个月可以出来了，可以印出来了，能够普及到全世界，再从英文本翻成其他国家文字，真的唐太宗说的能救全世界。感恩师父大慈大悲。我们这个英文稿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完成的，360句，那个时候写到270句，后头还没写完，我在新加坡，我就把这一份资料送给马哈迪前首相，送给现在的纳吉首相，两个人欢喜得不得了，这是真是如获至宝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就引用了，哎呦，啊，就引用了，很智慧的啊，真难得。师父，我请教您，那如果遇到大灾难了，人们该怎么办呢？第一个，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对，心要定下来。心要定下来。啊，对，定下来，你才能够应付环境。你一慌张的时候，都被吓死了，就像癌症一样。癌症没事啊，伤风感冒一样啊，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都被吓死了？那师父怎么让心里定下来呢？啊，这个自己平常要修养啊。修养。对。
平常的时候我们尽量断卧修禅，啊，不如理不如法的，特别是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想都不能想，想都不能想，不能想。那心里要念什么呢？那时候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至诚心。那时候真的可能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讲这部经？这部经你多听，你就了解经上讲的这些道理，说明是非善恶啊，吉凶祸福都给你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修福最大的福报是求生极乐世界。最大的福报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求到极乐世界，你很快就成佛了，你就真正到究竟圆满了。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其他的经论的时候不容易，很难做到，理太深，啊，方法太困难。这部经理论深，真的深，方法简单容易。方法是什么呢？只要你相信，相信啊。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那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星球，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啊，你相信它真有，你真正愿意去，啊，我们这个身不能去，我们的灵魂会去，真愿意去，怎么个去法？念佛就能去。念佛。对。念佛是它的方法。你看阿弥陀佛多简单，谁都会念，真心念，我真心念他，我真想去念他，真想去是愿力吗？愿力，是愿力，我真想去，真想去，对，这个世界有缘，有灾难，现在大家不相信，我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成佛之后，这个世界大概受苦受难呢，已经醒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帮助他，这很好啊。他在迷惑颠倒，没有清醒过来，我们暂时离开。那就是再来人了。对对。那就有能力了。那就有能力。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怀疑就没办法去了。那师父，我想问一下，念阿弥陀佛，那不懂佛法人，他也不学佛的人，都想问问，什么是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很深。所以经上讲得清楚，为什么叫大家听见？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灵。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真正自己的灵啊。自己的灵。不错不错，就是真正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对，不错。那我也是阿弥陀佛。对，没错，一点都没错，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就是他自己不认识自己。对，我自己不知道呀。不认识自己，不错。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梵语，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阿翻作无，意思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合起来无量觉。无量觉。无量觉是什么呢？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过去你知道，未来你知道，现在你知道，此地你知道，整个宇宙你全知道，这就叫阿弥陀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恢复我的本能，恢复我的智慧，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这个德能，无量的相好，到那边去完全恢复。恢复过来之后，你才有能力普度众生。这些迷惑念的，你再回来把他们一个个叫醒。所以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叫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一切诸佛是已经醒过来的了。我们的这些人呢？这是迷惑啊。
迷惑的阿弥陀佛。对，迷惑迷了阿弥陀佛了。那他也是吗？对，是啊，没有一样不是啊。一样样都是。所以你完全没办法离开，你的起心动念全都知道。谁？你问谁呀？连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这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地板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瞒不了人的。这一桩事情，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它有也有波动，它是物质。它波动，没有波动的话，它就没有了。它存在是波动存在，那这个波动的时候，立刻就跟全宇宙都受到了，全都受到了，所以的速度比光快多了。速度比光都快多了。光太阳光到地球上8分钟来，我们这个念头才一动，整个宇宙都知道。那我们现在动一个念头，那全世界堕胎的小婴灵也都在此了，都知道，没有一个不知道。所以整个宇宙你搞清楚搞明白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回归共同体。我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佛经大乘经上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心是真心，这不是妄心，不是那个肉团的心。不是。那所以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就太大了，你念别的都念局部啊，念这个是念全体啊，像一个国家一样，我念总统是念全国，我念个省长是那意思，我念个部长是一些局部，不是全体。阿弥陀佛是全体。全报了。那师父，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就能消灾免难呢？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问在哪里。不要问在哪里。那么讲，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现前。就在现前。对，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频道一样。你按那个频道，极乐世界出来了，它就在这里。这叫什么？空间维次不一样。空间维次不一样。对，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它不是局部的，它是整体的。在什么地方能听到您讲经说法呢？现在我们有电视，有网络，你有电脑就可以能接收到。有电脑就可以接收到，可以接收到。您现场直播的那个？对，不错。我现在现场直播的是网络，卫星电视大概是一个月，因为他要把字幕打上去，他有后置。那我是个演电影的，是个演员，那我曾经演了很多那样不好的影片。也说过很多不好的台词，比方说我长了一个勾魂的眼睛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惭愧。那我曾经演过一部话剧，师父话剧就是戏剧，就是当场那样的。然后呢，我在里头演一个高级的妓女，然后跳脱衣舞。有一次就是中学生在包场嘛，那个反响特别的不好，那个中学生们完全是最后我。那个很不知羞耻的在台上就演得很带劲的时候，孩子们就吹口哨啊，然后就好什么的就那样，我就觉得我现在知道我自己错了，我真的我在想，我说我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别人的祖先，那我就给子孙后代就留下这些吗？真的很惭愧。那作为这个做媒体的哈，我就是在这里头想深深的忏悔，我错了，我以后再不拍这种杀到遗忘的片子，真的不能再拍了，这流弊太深了。对。那师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恳请您老人家慈悲的开示哈。我演了很多的不好的电影，那师父您曾经说过，就说你演的杀到遗忘的光盘，只要有一片还在人间流通，你就从地狱里出不来。
那我虽然我现在想改好，我也忏悔了，可是这些光碟还在发挥的影响，那人们看到了还会受到染污。那现在有这些很多的观众精心的保留了我这些光碟，请问老法师，我该怎么办？对，你只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要不堕极乐世界，你只有两条路，一个极乐世界，一个阿鼻地狱。太可怕了，我不想去。你没有当中的，你只有这两条路。我不想去地狱，师父。那你就赶紧念佛求生净土。我一定念佛求生净土。你不到极乐世界，你就到地狱。阿鼻地狱啊！对，阿鼻地狱是最苦的地狱。太可怕了，师父。哎，到那去跟慈禧太后他们在一起。哦，我不想去。那请问师父哈，这个色情泛滥、男女纵欲和灾难有什么关系呢？直接是灾难它造成的。灾难直接造成。对，不错，它直接造成灾难。灾难。这是邪淫哈。哎，对，所以我过去的时候也对这个事情了解的不够透彻，啊，自从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古人讲的万恶淫为首。万恶淫为首。对，我才真正懂这句话。为什么呢？整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是这个造成的，它是第一个因素。淫后面才是杀哈。啊，对，杀在前面。对，杀它通通都有啊，贪嗔痴慢疑全都有，它全都包了。就这一个字，这一个字淫里头，它有杀，有盗，啊，有妄语，啊，有这个傲慢，啊，有嫉妒，有障碍，它通通就这一个字里全包括了，这真厉害呀！就古人这一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啊，啊，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了。今天这么大的灾难临头，就晓得。祸首就是淫。哦，灾难这个头号的最后祸就是淫，对，就是淫，哎，就是邪淫，就是邪淫。那头号，所以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啊，那么这个倡导邪淫的、宣传邪淫的，他们都是要负责任。哎，他们背负的因果责任太大了。那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说这些人宣传了这些东西，让人们色情泛滥了，让人邪淫了。那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他可能才地狱才能出来。对，不错。但是那我觉得太渺茫了，这个希望太渺茫了。对。所以今天上天收人是很有道理。如果真的像这些灵媒传递的信息。这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不谈它。啊，我们也是对这些的时候，只是听听而已。嗯。啊，那他们这个信息说，这个灾难的时候，地球上要死多少人？死五十亿。哎呦！那么现在地球上七十亿人，死五十亿的时候，灾难过后只剩二十亿。二十亿都留下什么人呢？啊，二十亿大概是。心地比较端庄的、善良的，啊，总是就是没有造业，造业的话是留不住的，你得受这个果报啊！啊，这么大一个灾难之后，人慢慢就觉悟了，人慢慢就觉悟，就清醒过来了，啊，所有科技就毁灭了，所有科技毁灭了。什么都没了，什么要人要回到原始的生活。所以科技文明全没有了。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过去的时候曾经有过亚特兰提斯，这有这么一个传说啊，大概是五六万千之年，那个时候地球上科学技术也是发展到最高峰，人类疯狂了啊，伦理道德全没有了，也不相信有神了，啊，也就是造作罪孽，然后整个大地沉到海底，叫大西洋啊，哦，就叫大西国啊，整个沉到海底去了，
那师父老人家，我再请问您，现在的人没有人伦的观念了，那他意识不到自己在杀自己的孩子，对，这是千古未闻的，大面积的这么杀孩子，一杀就是上千万，对，那古代孩子杀父母是大逆不道，对，要凌迟处死，对，现在的妇女杀孩子算什么罪呢？从人伦上应该怎么讲呢？那个罪他所受的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所受的他已经知道了，不错，他现在所受的叫花报，是很轻的，果报在地狱。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忤逆啊，对，然后呢身体出现状况啊，事业上有很多的障碍，这都是花报，花报果报还在地狱，对对，你要晓得身体各方面出的这个东西都是这些小鬼在作祟，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他有这么大力量，哎呀，可不能轻视他们，对。那师父老人家，我再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全世界搞色情服务的这些风尘女子哈，他们常常堕胎，也就是常常杀人，那这些女子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对，他们的堕胎次数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他们通过这个来赚钱，来发达富贵，一个常常堕胎杀人的风尘女子，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你可想而知，她的寿命一定不长啊，而且死的一定不好啊，死的一定不好，对，不错不错。所以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是造地狱业。他自己现在不相信啊，到地狱境界现前，他后悔莫及了。那也晚了。哎呀，那晚了。那世界上有许多寻花问柳的男子哈。有的人花了钱去色情场所啊，去享乐，很多就让很多女孩子堕胎了。那请问他们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果报呢？同样的果报。同样的果报。同样果报。就是你让多少个女孩子堕胎，你就要啊，不偿命，你就要今后杀人，你要偿命的，你今后要偿命的。对对。那，就是我们堕了胎的那些孩子们。杀了他们之后，他们会不会还来投胎呢？会，会，还来投胎的，那都是报仇的，就是报仇的。对，所以很多被杀的，就是这些，就很难再投生，因为他的冤恨太深了，所以就是他堕过的这个小婴灵吧，就附在他。这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身上，所以他们心里特别的不平衡。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要给我的弟弟买书包？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你给他母爱？你为什么不给我母爱？为什么你对他们如此的溺爱他？为什么把我杀掉？所以这怨恨恨的都不行了。所以他心里不平衡。他当看见你对这孩子好的时候，他心里就受不了，他就要报复你。没错。那有些投胎来的孩子哈，您刚才说可以，他都来投胎来报仇了。那父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爱，那就是说，想尽办法对孩子好。那这些孩子还是忤逆怨恨，很多是被堕的孩，就说您说这被堕胎的孩子来投胎的。那堕胎后的这个小婴灵对父母的怨恨那么的深，那么的重，投胎来他是有目的是来报你报怨的了。对，那这是什么原理呢？这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而且是没完没了，生生世世，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那下世还得来？对，好像拖好多世啊，苦不堪言呐！只有遇到佛法的时候，才能够化解。你遇不到佛法，不知道化解。那您说，师父他投胎来了哈，就是他投胎来了，那是。他就想来报复我们，就是什么在起作用，什么在主导他这样做呢？就是他自己的意念呢，意念，自己的仇恨呢，是阿赖耶识。对啊，是啊，你杀他，他能情愿吗？那就是说，他这个阿赖耶识有这种记忆了。对，有啊。就是你曾经杀我，我就一定要
找你来，我不会找他。而且记忆不是一生的，生生世世都记忆在里头，就存在这个档里的档。没错，档对，不错，信息。所以阿赖耶是一个资料库啊。阿赖耶是个资料库。资料库。那他能存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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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生累劫的这个资料。没错。那师父老人家，我请问您，这抱怨的孩子，我们怎么能看待，能看出来呢？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很多刚才门口有人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无论这个孩子既然来了，我们心里要先能够想到，报恩的太少了。报恩太少了。哎，你对谁有恩呢？你这一生当中对多少人不施恩德？你没有做过这些，你哪有报恩的？你有多少念头的时候对别人不善的？这不就看出来了吗？太多。我的是冤家多还是亲家多呢？啊，冤家比亲家多一百倍都不止啊！那这抱怨就太多了，抱怨就很常见了。啊，可是这一点化解，无论是怨。是亲，都把它变成法眷属。啊，我们一同来学佛，一同来念佛。啊，这个世界太苦，我们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大家一起都去。啊，我学佛了，你们跟着我一起去，这好啊。这样才能化解。对，这样才能化解。他就不会再恨你了。啊，不会呀。啊。哎，我们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我们互相照顾。啊，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关键师父，你这个我们这些人得真得相信阿弥陀佛，相信佛法呀，真得去得了，人家小婴灵才这个愿，才这个疙瘩才能解开。你要是去不了，你到了地狱，对，他们就没希望了。对，不错。那师父老人家，我想问您，刚才您说讲经说法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化解这个这一方，让这一方的人都受益哈？没错。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大家听了经之后觉悟了。哦，觉悟了，心平静了，怨恨化解了，就这个。嗯。力量在这个地方。嗯，他明理了。人天天在那讲嘛，天天劝他嘛。他明白因果不敢再造了。啊，对，特别是鬼神。特别是鬼神，鬼神觉悟了，他就不找麻烦了，他就不再迷惑人了。哎，真正觉悟的时候，他保佑这一方了。啊，所以一个真正的道场，利益是很大的。一般人不相信，他认为是迷信。啊，要把它除掉，那就没法子了。嗯，正法没有了，邪的就来了。嗯。那师父老人家，我继续的，恳请您慈悲开示哈。有人说他喝了酒怀的孕，对孩子不好，就不能要了。嗯。有的单身的，就是年轻人，他意外怀孕。嗯。意外怀孕了，就觉得是我这个也不能在社会上生存呢，我自己还养不活自己，我怎么生活呢？嗯。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想去，这种理由都想去堕胎，能不能这么说呢？就是说，比方说，有的人是单身，孩子上不了户口，或我工作会丢掉；有的人就是说，比方说我自己，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那么我又意外又怀孕了，那我如果要是再留下这个孩子，可能工作就受影响。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你即使是你上不了户口，即使是让你丢了工作，都比杀人强呢？对，没错。哎，你丢了那个是小事情，丢了那是小事情。小事情，哎，只是眼前生活苦一点。你杀人的时候，将来在地狱，那个苦报不知道要加多少倍，这是必须要知道的。真正知道因果，就不敢干这个事情了。不敢干了。对，真的不敢干，绝对不会，绝对真的不敢干了。哎，绝对不会。
那现在全国各地您都去不了啊，很多世界各国的那种都想让您去，您。世界各国，我现在国际旅行没有障碍，哦，我到那哪个地全方国各去地您都不需要签证哦，啊，好处在这里。哦，那么我们各 地。但是我出去之后奖金就耽误哦，奖金耽了，误哎，所了。以这个是这个太重要了。你这灾难这么多，大家这么苦，这心的时候一天都不能塌。一天都不能停对，啊！哎。那么我们全国各地都在，现在都在，基本上很多人家家户户的在播您那个《好无事量情，寿经》，好在事这情，24小时的播经供养。对，好事情。那您说就像您的化身一样嘛，就是对，您分身一样哈，对对，是否能达到化解的灾难？就每可以，家都放一个这样的机器，现有在这个国力内量，很多这样的机有器，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量有，哈。因为他听了之后，他明白了，他至少这些罪业的事情他不敢造了，那这就是化解。哎，少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这灾难就减轻一份呢。多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就灾难加重一份呢。加重一份。不错呀。如果卫星能够落地，当然更好。落星，卫星落地。落地的时候，家家能够电视上看得到啊。哦。哎，那么另外就是，只要有电脑，就可以能收到。电脑可以收这个网络，网络可以跟卫星连接，我们都是连接的，所以电脑可以收看卫星电视。我现在住在这个六合园，我那里就是用电脑收看卫星，就收看华藏，我讲的了，24小时不中断的。那就不用安锅了，是吧？是。那不需要啊，不需要，那就用电脑就可以了。用个电脑是。天线就接上就可以了，很清楚，所以这是好事情，一样有效，一样有效，如果实在没有的话，用光碟，用光碟，都很好，尽量离这些。现在我看到国内做的这个随身听，做得很好，而且全部的无量寿经就在一个小机器上，大经节里这么一个小卡，对对对对对，每个人基本上人很难的，1200个小时。都在里面，是的，非常理想。哎，听的时候，声音大一点。我们人听，鬼神也听。哦，利益他们。对对，他们自利利他。对，都能听到，都能听到。哎，所以要可以说，听的时候打开，这个开放的时候，也或者邀请这一些小英灵都来听见。好，都可以。谢谢您，师父，谢谢。那师父老人家，您。在什么情况下男女可以行为哈？他既然有这种行为，就有怀孕的可能。你正常的也是如此。可是呢，现在又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原因不能生，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都是一些歪理由，都是歪理由。对，不错啊，不正的那种。对，都是不正的。换一句话就根本不应该干这种事情。那就是说，现在没有人教我们这样的标准。很多人认为财色名食受的享受，就是说淫下面，他就是。你要是告诉真正觉悟，财色名食睡的享受结果是阿鼻地狱。哦。你可以尽情享受啊，那最后都阿鼻地狱。就什么理由都不能杀人。对对对，不可以呀！不但是不可以说，财色名食睡根本就不能沾。财色名食睡，都不要去沾，根本就不能沾。不错，那地狱五条根嘛，何必跟地狱去结缘呢？不要财可以活得下去嘛？生活清苦一点好，身体健康。色是可以离开的，色是可以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名可以离开的，要名干什么？假名。释迦牟尼佛，过王的地位人家都肯舍掉，
啊，一生去做一个教员，穷教员，啊，他生活的是多自在啊。所以叫万恶淫为首，那是。师傅老人家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正常那种夫妻间那种行为都要节制，要节制，要节制，是要节制。嗯，哎，那个生育是说生育是为下一代，生育是为下一代。哦，对，这个重要。嗯嗯嗯，哎，一定要把底下一代教好，你要对下一代负责任，要不能随随便便。哦，不可以，不可以。哦，不可以。好，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过去什么？过去中国人没有一家不希望啊，多子多孙的啊，哦，哎，你生得越多越好啊，兴旺哈，啊，对家庭是兴旺啊，人丁兴旺，哎，但是现在国家制定这个政策了，这问题就严重了，啊，他不许可，啊，所以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政策，嗯，啊。那么就尽量的，把这个就是，这个要预防，嗯，啊，预防工作做好，嗯，万一还是怀孕的话的时候，能不能向政府提出请求？嗯，啊。你说我现在要杀这个小孩，那佛家讲有因果责任，这因果责任我要负这个责任，那这个国家也要不要负责任呢？啊，我想通通都要负责任，通通都要负责任，都要负责任，不错哎。啊，孩子既然来了，他就能够生活，就能够活下去，啊！现在有很多人提出粮食的问题啊，其他的这些问题啊，说是我们要控制人口啊，这些问题听到好像是有道理，其实道理不足以服人啊。人到有福的时候，这个地上的五谷杂粮它会加倍的增长。人道造作罪业的时候，五谷杂粮就会减少，就会有很多灾难。所以人还是以积德为重要。积德为重要。哎，对对。那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教，小孩不教的话，那也是重大的过失。不教都重大的过失。哦，重大过失。中国的文化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实在讲家庭的贡献是最大的。为什么？每一个家庭都把小孩教好了，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所以古时候做官受福啊，各种行业里头最值得人羡慕的就是做官。做官啊，清高有地位，待遇也很不错，工作没有案子办的，都是好人好事，哪有案子办的？一个月有三五件案就不得了了，哪有像现在办不完的案子啊？每一天堆积办不完，古时候没有。所以《四库全书》里的几部，一半以上都是些做官的人写的文章，写的诗词，他没有事情做啊，以这个来消遣啊。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多美好啊，那是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把人教好了，现在全部都不要了，人就学坏了，学坏了你怎么收拾他啊？人没办法收拾，那就上天来收拾，上天的收拾就是灾难。过去古代的人很少有堕胎，人数也不多。那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就是每天这种杀这些胎儿哈，人这个地球上人越来越多了。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杀业造成的，冤冤相报。你越杀，它就越多。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从前农作物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东西长得很好啊。你看现在用农药、用化肥，那个病害虫越来越多。啊，硬他妈的杀了就没有了，为什么杀了越杀越多呢？而且这些农作物的这些害虫的时候，抵抗能力一次比一次强。啊，杀不尽呐！杀不尽，不杀就没有了，越杀越多啊！很明显的，我们最近十年，我们自己种菜，我们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有没有虫吃？有，很少，不多，不像你们想象的。而且我们很跟小虫还有沟通，啊，我的菜园画一个角落，专门供养它的，你们吃都在这儿吃，啊，那一边留给我们，他们很守规矩，他就遵守条约，啊，过一个田埂他就不会去，啊，鸟也是这样的。我在澳洲，我这个院子很大，种了有30多种果木树，啊，果实都非常好。鸟吃水果啊，我们跟鸟就约了，指定几棵，这几棵专门供养你的，你们都到那边去吃，啊，没有指定这个再留给我们，都是很非常有规矩啊，守信用啊，他就不去，就留给我们，那我们对供养他的，我们也很用心照顾，不是说随便他啊那个让他自在，不是的，啊，我们也给他的说，我们是用堆肥。啊，老办法，这肥料用堆肥，就是腐烂的一些菜叶花果的时候，堆在这个挖个坑，啊，大概3个月之后它就发酵，就变成肥料。哦，哎，这个是土方法，老方法，啊，所以我们照顾很周到，都很感恩的，大家一起在一起生活，多么和睦，多么圆满呢？何必要互相残杀呢？啊，这决定不杀虫，不杀病害虫，不害这些小鸟。啊，所以我们鸟子好多啊，啊，就像家里养的一样啊，非常自由啊。啊，我们这十年做出来了。啊，所以宇宙之间没有别的，要和谐，要和睦相处，决定不能说这个。西方人这个学说弱肉强食，这是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不对的。你越杀这些，越杀仇恨越深，啊，报复的越来不错哦，哎，所以越杀越多，你不杀就没有了啊。我们从农作物这个例子就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哎，决定不能杀害。而且的时候，不杀害来的时候，都是圣贤，都是好人，投胎来的。那些顽皮的时候，捣蛋的时候，他不会来。啊，你这个一杀生去，啊，他全部都来了。啊，好人呢，好人不来了。逆子。啊，对，好人不来了，因为你这个社会乱了，好人不来了，来的人都是捣乱的。万万不可。对，不错，不错，不错。那师父，我再有个问题哈，很多的孕妇，那她通过医院的检查发现胎儿有异常，家里和大夫都建议她堕掉这个孩子，您说她该怎么办呢？念佛，念佛，对，三宝加持，纵然是一颗善心，纯净纯善的心，小孩子从抱怨的也会变成了报恩。念佛哈，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意念，意念的能量非常之大。这最近科学家都提出报告，啊，我们的念头能改变自己，能改变宇宙，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善念不能没有，恶念绝对不可以有。啊，就是说他母亲念佛能把胎儿的这种对过来，对，对，不错，胎儿畸形的会变成正常。畸形会变成正常，就念佛。对，对，真有这个力量。你说说，山西小院，你们知道这个例子？啊，40多人得的癌症，念佛就那么念好了，那不需要医疗，
不需要医药，啊，念上三个月再检查没有了，啊，同样的，畸形的这个小孩会变成正常。好，谢谢您，师父。纯净纯善的心。纯净纯善的心。对。啊、那师父老人家，我恳请问您一下哈，就是说，嗯，就是说。协会付出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制作这个节目，我们尽心的做这个节目。如果观众看完了，那如果他说他不相信，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面对呢？这个不要去管他，不要去管他，不要放在心上。嗯，嗯他能够看懂，就说他的这个善缘啊现前了，善缘、他看的时候不相信。啊，这个是他的业障还没消除，所以慢慢来，好，也许过几年，他业障消掉之后，他就能接受了，哦，业障没有消掉，不能接受，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自己也一样，啊，当然了，你看我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之前，那业障啊，啊。也正好在那个时期，在这早些年来的时候，我很固执啊。放心的说这句话，我未必能接受我。啊，所以人随着年龄，随着环境，他思考有变迁的。嗯。他到能接受的时候，这就是业障减轻了。嗯。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业障很重。哦。那借此因缘，我在这里想。像我曾经堕过胎的四个婴灵小宝宝，还有我累生累劫堕过婴灵的小宝宝，我也代表全世界堕胎的人们在这里深深的忏悔，我们诚心诚意的向小婴灵菩萨们说一声对不起，无知的妈妈对不起你们，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吧，也恳请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那些无辜的婴灵菩萨们，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老实念佛，断恶修善，把功德回向给你们，希望你们听话乖乖的跟我们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天下永远不再有堕胎的事情发生。那我们知道这个光盘会翻译成各国语言，流通到全世界，那我知道有很多无量无边的小婴灵菩萨们都祈请，希望能得到您老人家的超度，现在我们想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婴灵小菩萨们想希望得到超度哈，就祈请您大慈大悲对这些小婴灵们开示，怎么能让他们离苦得乐。日出世间的圣贤，没有一个了，不是从教学着手。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开悟之后，一生从事于教学，没有一天缺课的。啊，这个我们从经典记载里头啊看出来，非常认真负责。为什么要教？人不教，你很容易迷在七情五欲当中。啊，天天学，天天听，慢慢的觉悟了，七情五欲不是好东西。啊，那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嗯，吃起来是很甜，后头是要命的。那七情五欲里面包裹的是阿鼻地狱，是恶鬼出生，非常可怕。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佛为什么要讲经？啊，不讲经你不明白不明了。啊，那么现在灾难现前了，我们讲什么经呢？一定挑整个佛经里头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真正对我们先前救急的一部经典，那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我在去年把华严停止了，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才讲1/5，《华严经》讲圆满，估计需要2万个小时，来不及了。
就还这部经。这部经呢，从头到尾讲一遍，大概要1200个小时，到1300个小时。啊，换句话说，一天讲4个钟点，要讲满300天，300天才1200个小时。啊，可能还会超出一点。啊，这个经对我们有大利益，啊，让我们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认识自己，认识环境，认识宇宙，认识过去未来，认识西方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知道自己如何回归自信，啊，回归我本来是佛那个地位，啊，这经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好处啊，所以一定要听，啊，其他的不听可以，这一部不能不听，啊，我是学佛60年，讲经53年，最后做的这个决策，啊，专门弘扬这部经。我活在世间，跟大家表个法，做个好样子，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活一天就讲一天，啊，我的一生，60年前，张家大师教我的，我把我自己捐献出来。送给佛陀，我的一生佛陀安排，啊，不是我自己安排，啊，我住在这个世间，哪一天走，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佛菩萨要我多住几天也可以，啊，我也不会，不愿意啊，不会。啊，佛菩萨什么时候要我走，我都很欢喜。啊，我接受老师的教诲，心安理得了，很自在啊，一切佛菩萨安排。啊，那今天住在香港也是佛菩萨安排的。啊，这佛菩萨怎么安排的呢？这个地方有个信徒。何泽林老居士，我们认识30多年了。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1977年，他每一天都来听，那次讲4个月，我们接了这个缘。他老人家往生了，他把他自己的住宅供养给我。啊，我没想到，我没这个念头。在律师楼签字，手术非常清楚，这干净利落，这是佛菩萨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啊！啊，这一生没有住处啊，那现在有这么一个住处，我就知道了，佛要我在此地常住。啊，我自己想在哪个地方常住不行的，那上一次到台湾，很想在台湾，也是乡下个地方，有个地方可以住。啊，监空文居士告诉我，我还拿了5-600万，啊，台币，在那里建一个小房子，房子建好之后了，不行，那个地方已经租借给大家，做学习的道场，租约还有2年。要2年之后我才能去住，那我就算了，我就知道缘不成熟，啊，没有想到人家这个地方，这个小地方比那个地方还好，比台湾这边还好，啊，非常清静优雅，啊，佛安排的，啊，我就把心定下来了，哪儿都不去了。啊，香港有灾难，我不会离开。
啊，香港没有灾难，我继续讲我的。啊，我一天都不会空空。啊，这就对了。啊，所以这是佛陀的安排。啊，一生顺从佛陀。师父老人家，感恩您的大慈大悲，感恩您的慈悲开示，您辛苦了。通过您的开示，让我们了解了事实真相，避免以后犯更大的过失，让杀子悲剧不再天天上演。对，通过您的开示，也让我们了解世界堕胎乱象的根本原因，指出回归幸福本源的道路。师父老人家，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代表曾经堕过胎的人们，特别是被堕胎的婴灵小菩萨们，至诚地感恩您。嗯，我在这里代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世界堕胎的婴灵小菩萨们，礼请您老人家给他们做三皈依。好，这个地方，谢谢师父，大家已经预先准备好一份皈依证。这是小菩萨们，他们想得到您老人家的皈依。啊，这是个皈依证啊，我在这里念一遍啊。师父，我要皈依三宝证书，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这个念三遍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啊，就念三遍。自有全球堕胎水婴灵菩萨，至诚归向三宝，礼请净空法师为三皈证明阿舍离，更取法名曰妙音，从今以后尽此行受，是依佛为师，是学法藏，是敬僧众，与佛教戒，信受奉行。啊，三皈证明阿舍离净空。啊，这个皈依的仪式，这是一个总的啊，全球。往后，我们每天都要跟你们做皈依。我说每天是当天的，当天被堕胎的这个水婴灵啊，每一天全球都有啊，所以每一天都跟你们皈依啊，每一天。这个世界上杀害的一些动物啊，被杀的被吃的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每一天也要为他们皈依啊。我在讲经每一堂经都把讲经功德回向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听经啊，听经求悟，发菩提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闻法修行，圆满成就佛道，啊，谢谢大家啊！无限的感恩师父，感恩你。